哎，你看，这个先热点光线，等一下，这个先，我来看看，120度几分过光？哎，那这个先热点光线，热线这么大。 先同大家講，今日嘅先啦。而家係朝早嚟嘅，唱嘅今日都咁少人嘅啫。每一今年就係彈頭集嘅機會。今年就有酒啊，有台灣嘢食啊，跟住仲有凍肉啊、韓國嘢啊，同埋日本饺子等。大家睇到未？ 而家仲有熟食嘅喎，因為但係而家每場都唔俾食嘅，冇用嘅，買翻買嚟之後先出去先有得食。呢邊就係最，想睇呢邊有啲乜嘢好嘅，因為而家朝早係早啲，所以就係你想有一蚊雞嘅嘢比較多啲嘅。第一日你第二日第三日就人較多咯。哦，拉麵。 螺蛳粉同拉麵喺呢度，俾大家睇。呢個，佢呢度就係有標示住嘅。首先，哦，呢度30蚊，50蚊3片。螺蛳粉而家有點樣全部流連嚟得埋咧？大家睇，跟住有得賣。 嗰啲牛肉乾啊，同埋啲乾果嗰啲，仲有粟米汁，跟住又蟹食啦，跟住仲有北京嘅嘢食，加上咗魚蛋，跟住仲有，睇先啦。 就我知啊，一蚊雞，一蚊雞油油，呢個就係3樓嘅會場，俾大家睇呢啲相，呢啲全部都係買嘢食嘅地方。轉頭就會俾大家去睇下一樓嘅情況係點樣，咁之後邊？係啊，share咗啦。 喂，咁大家我而家就喺3M嘅05呢個叫元氣堂嘅位置呢度咯，咁就拉咗呢個，加上 share 咗呢個就有嗰個禮品嘅，加上可以買佢哋產品啦。哎呀，好抵啊，早啲嚟啊，送晒我噶啦。好，好，係啊，送完真子啊。好，多謝，好，生日快樂。好。 咁啱啱老細都講咗㗎啦，咁你哋要買嘅時候，俾你咁好啦，我而家就喺度慢慢咁行緊。我而家就不過，但係而家嘅最緊要嘅問題就係，一俾驚喜俾大家先啦。每年都係咁樣拍片俾大家睇嗰時候，竟然係冇驚喜嘅話，你點會睇先得嘅？係咪先？ follow me。咁，系，咁而家先嚟买呢个。咁我哋而家去一个搞个神秘礼物，神秘系即系神秘嘅嘢先。大家就留意住咯，因为我哋啱啱就行过圈啦，咁就见到呢度好多唔同嘅铺头嘅，不过但系。 俾大家個驚喜就係，可唔可以台灣嘅店主？台灣真化學產，就呢間啦。百年老店保真香，呢間就比較嘅，啲貨品就比較好嘅。好啦，就係呢啲嘢，就係因為呢間嘢就係台灣嘅嘢，啱啱行過嚟見得到。
大家睇睇。好吃啊！我哋啲嘢，如果唔係點做一百年啦？係啊，係啊，真係正嘢啊！馬雪呢個拉絲馬雪，正拉絲馬雪，煙煙韌韌，芝士乳酪，有朱古力，有紅豆，台灣中部特產啊！咩事？还有 Q 币，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产品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那个，这个是会员蛋糕，是我们的招牌，里面有很多会员肉，然后上面的话都是核桃，对，吃起来很黏，然后又不会甜。对，真材实料，而且它桂圆又是我们台湾炭烤烘焙出来制作的，首创桂圆蛋糕，系啊，可以试看看。首创出来，我们这个是在门市的话，一定都要排队。过百年历史啊，好嘢嚟噶，全部台湾制造嘅。我看看。那你们这个可以怎么卖的？这个一盒138。对，价格上面也有。然后也有小盒的是79块。那如果你不想要吃甜的，我可以推荐它。它是像 cheese 的，然后里面有麻薯，然后咸咸甜甜。嗯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乳酪麻薯，然后它切开来，你看就是会类似像这样。哎。我哋翻嚟咗一号会场，而家就系喺一号会场慢慢行，我最后先到达一号会场。不过但系我系先经过呢度先可以上到三号会场嘅必经之地。到底知有啲乜嘢好嘢？全部系咪家具啊？银行啊，厨具，同埋开锁 sofa 嗰啲。应该而家好多人喺会场嗰度睇表演。你都見到好多人企咗度，唔知有咩好嘢睇，係嘛？竟然有人喺度跳緊跳舞，即係呢度有咩車展啊？嗰啲嘢，個個都而家就，如果你係呢一層嘅話，全部都係口罩啊、禮口罩啊，同埋嗰啲喷雾比较多啲，不过全部都系浪费时光。我呢层全部都系，觉得系冇乜嘢需要钱嘅地方，就系咁解。基本上冇用钱系唔知买唔到，系啦。拜拜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在。